月聚焦星座话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苏菲亚，欢迎收看七月份运势。别忘了帮我们开启订阅小铃铛哦。告别了水逆多变的六月份啊，七月份的紧张情势将会进入新的高峰。怎么说呢？我觉得啊，那个氛围很像我们常看的僵尸灾难片 Zombie。 我想呢，大家一定对故事发展是不陌生的。首先呢，一定是忽然某一天意外爆发出僵尸的问题出来，大家在惊慌失措当中依照本能反应的逃跑。这种情形啊，就很像五月下旬到六月份的一个场景，可能是疫情，也可能是很多跑来捣蛋的事情就出现了。再来呢，大家在逃难的过程中一定会结伴而行，而且啊，会在时间压力之下或者资源压力之下想办法突破重围，杀出血路。这个情形呢，就开始像六月十一号到七月份火星引动土天凶相的情形咯。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啊，我们其实呢是很容易在一个必须要解决问题的状况之下马上出手，当然有的时候也必须要面对不完美的状况。那么这样的情形呢，大约到七月十号以前是最强烈的。那么再来呢，当我们可以结伴而行逃出去之后呢，你就会发现故事的主轴就会进入另外一个层次，大家开始啊结伴找到一个安全的堡垒根据地，变成一个多元或另类的家族，大家相互的扶持团结，想办法生存。这个情形啊，就很像七月十号到七月二十二号的这段时间里面，我们开始意识到不团结不合作，没有办法照顾彼此，就不可能渡过难关。同时啊，有的时候呢，我们也是透过帮助别人照顾别人来缓解，来释放自己在这种恐惧紧张的压力之下的那种情绪。不过呢，更重要的是在故事的后半段通常会出现，因为呢有各个族群呢开始找到了根据地，那么在争取资源当中会发生冲突，或者是是不是要联盟合作，老大们要出来讨论，或者是说是不是组织内部因为你的环境不一样了嘛，你的这个多元成员也跟以前家庭跟邻居都不一样，所以呢大家要坐下来谈判。这个情形就很像七月二十三号开始太阳进入狮子座，然后引动土天凶相的情形。所以那个时候啊，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有一些事情必须开始长期的做一些规划跟转型咯。那么在这个国际或是国家之间呢，可能也是政府啊领导人要出来面对更多改革的时候，是很紧张的。所以啊，这个月啊，我觉得对十二个星座来讲很重要的都是人的议题。那么来看一下十二星座的运势吧，别忘了参考你的上升星座跟太阳星座。首先来聊到的是啊，上升在太阳哦，是在基本星座的族群，包括了白羊座、天秤座、巨蟹座跟摩羯座的朋友。这个族群啊，这个月呢其实人际关系是重点哦，但是我认为是好的开始。比方说你们可能想要透过合作啊、结盟啊发展一些事情，或者是谈了很久的合作事情终于现在可以兑现了，也可能有些人呢要开始结婚，或者是有机会改善现状。那么我觉得呢，这个族群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呢，可能要留意在金钱、财务、利益之间的一些牵扯。因为啊，当你要合作合伙或是这个拆伙分手讨论一些互动的事情的时候，一定有利益哦。所以呢，在这个月份反而是这个族群需要了解一下自己的财务状况如何，还有跟别人互动上面有些话最好能够先讲清楚说明白，才不会有很多的冲突哦。那么第二个族群呢，是上升或太阳在固定星座的朋友，包括了金牛座、天蝎座、狮子座以及水瓶座朋友。这个族群呢，我觉得这个月呢，你们的考验是加倍，好不好？加码的现象。但是呢，这个加码的现象，我觉得对你们来讲，也许呢，也不见得是坏事哦。先看看狮子座跟水瓶座好了。这个月呢，狮子跟水瓶座很容易有跟别人正面冲突。你们在人际关系里面，往往是很两极的，要么呢，就是为了爱承担一切，要不然呢，就是开始有冲突争吵。拆伙分手离婚，或者是
种种的一些比较不愉快的情形，可是你们终于懂得划清界限，保护自己，或者是对自己所要的事情给予承诺，我觉得这是好事。但是当然啦，就是可能要稍微小心啊，有的时候不要给自己跟彼此太多压力。通常呢，在月底啊，因为7月28号开始，木星就会逆回水瓶座，所以对于狮子跟水瓶座来讲，我觉得你们可能那个时候啊，很多事情就会慢慢的真相大白，也比较有信心去处理好喽。那另外一个族群呢，是金牛跟天蝎。这个族群啊，我觉得这个月稍微紧张一点哦。你们在朋友群里，就是这个泛泛之交里是很 OK 的，可是呢，你们往往有来自这个家人、长辈、老板之间的压力啊，他们很难搞，或者是你必须要照顾他们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族群必须要做好三件事。第一件事呢，就是啊，你要转换心态，不要拿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对方，不然你跟自己过不去。第二个呢，你可能要学习一点新的东西，那么透过不同角度或是一些概念，比方说你老是觉得对方在跟你不愉快，结果呢，你可能研究了一下，发现啊，父母可能在健康的状况之下，或者是在更年期的状况之下面临什么问题。当你的知识越广博，角度越宽广的时候，你看事情是不一样的。第三点呢，我觉得金牛跟天蝎呢，适时要懂得啊求救，好不好？你们很喜欢把事情扛在身上自己完成，但是这个月份你们需要借助别人的力量。有的时候呢，求救虽然也许你觉得可耻，但是有用，好吗？不过呢，有的时候你也是在存未来还人情债的一个良善的循环。最后我们来看到，就是相对比较轻松开心的是上升或太阳在变动星座的朋友，包括了双子、射手、处女跟双鱼。这个族群呢，我觉得大方向是好的，当然在生活细节上还是有很多猪队友，很多意外的麻烦你要去处理，突然有什么样的行程更改，或者是你必须要跑来跑去，好，这都是一个比较小的麻烦。但是如果你回归来看，你看到你的机会哦，我觉得你不会觉得这是麻烦。比方说咯，双子跟射手这个月的财运很好，双子座朋友，你这个月呢很容易有赚钱的机会，好，比方说新的案子，或者是你升官加薪，或者是你有新的市场出现，好，也可能你换到更好的工作。所以双子座朋友啊，你这个月其实财运是很好的，所以当然在过程里难免需要去承受一些过程的必须要协调的事情。射手座朋友呢，这个月有很棒的偏财运，当然我觉得你第一个一定想到就是中奖，对不对？也许，但是不见得每个人可以中奖，可是呢，你一定可以呢有得到身边人的金援或支持，比方说你的合作伙伴，好，你的另外一半，你的家人会借你钱，好，或者是说呢他们支持你，也可能你会继承家业。那么就算你没有这个拿到钱或资源，射手座呢往往会在自己所在的环境里面啊扮演一个争取预算、使用预算、分配预算的角色哦，所以你是可以借力使力的。另外一个族群呢是处女跟双鱼，处女跟双鱼这个月工作有点累了啊，但是呢桃花很旺，人缘还不错，所以我觉得是蛮轻松有很多小确幸的时候。可是处女跟双鱼啊，你如果要更好运，记得你要学会80/20法则，也就是啊，不要每一件事情啊你都想要事必躬亲，也不要每一件事情你都要做，有的时候你要学会拒绝，要把重要的事情做好。我觉得如果你可以做好这件事情，越到月底之后啊，你的运势会越好哦。听完了上述的这个12星座运势呢，我相信大家对于7月份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。别忘了7月份是大家打团体战的时候，只有合作同心协力，同时呢找到你的合作伙伴，支持你的合作伙伴，我们才能够一起共度难关，创造更新的未来。我是苏菲亚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个月再见。